发现前方车辆啊，这个包浆还是不错的。然后咱们今天盘的包浆非常完美了。点击视频的你不要着急离开，希望大家能将视频看完，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个双击。自从画车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，也走过了很多城市，从大陆的最北方黑龙江，一直到大陆的最南方广东，画遍了好多。也希望评论区评论出你所在的城市，没准下一个城市就是你的城市。最后非常感谢大家，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个关注的一票。